好，这个台东石山部落因为临近空军制航基地，被称为机翼下的部落。看着守护台湾东部防空的 F-51 战机起降，部落族人发挥了巧思，利用收割的稻草比照真实战机的比例，制作一架稻草模型的机装置艺术，吸睛造型成为中秋连假游客打卡景点。尖尖的长鼻子，近看猜不出是什么。那么站远一点再看看，这不就是保卫国土空防的 F-51 战机吗？原来是台东石山部落族人的创意发想，利用收割的稻草制作而成的装置艺术。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装置艺术，那我们想说，那我们想说做个战斗机、飞机的模型的部分，但是以 F-51 的模型为主。超声，我们大概这样子的一架飞机，最起码大概差不多要25粒左右，25粒，那一粒差不多长度差不多300公尺。临近空军制航基地的石山部落被称为机翼下的部落，部落族人先打造战斗机骨架出来后，将稻草捆绑成草绳，再捆上机身骨架，前前后后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消耗上百公斤的稻草才完成作品。